哪儿都不行。长得不行，他那是都是化妆的，条件也都行，但是太老了啊，太老了，年纪他错了，他长得太老了，太瘦了。愿吃桃吃桃，愿吃桃吃桃。先搁那块，我看大点，你看。先搁，我跟我老弟说句话。你跟老弟说句话。我跟我老弟说句话，来，你先，我俩唠句嗑。人家就是说，你看咋样，是不是？那个，让他参考参考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还可以，挺朴实的。我就寻男的要丑的要内向型就行哈，有心不惨，长相我没想。刚才也没来得及，没来得及。谢谢，别客气，就客气。见面就是缘分，见面咱就是缘分。谢。大哥，大姐，你是属于自己没有住房，住姑娘家。那对。咱是一共几个孩子呀？我三个姑娘。那你今天那个找老伴啥的报名我们节目啊？姑娘知不知道啊？知道啊，那姑娘特别支持。那特别支持。你往这两小姊妹都支持。给我姐姐找个好老公啊，对她好的。关心他的，照顾他的，人品好的，剩下都无所谓。对我妹妹说，我就是这样。这属于你个人的要求，叫我说的这些，要我表达的这些。那是平时就是喜欢穿旗袍啥的。对我总是穿旗袍，乐意盘头，然后愿意盘头。姐姐特别爱买旗袍，她的旗袍大概得有二三十件，这么多呢。特别爱买旗袍，就喜欢旗袍。大姐，你为啥一直戴墨镜呢？我爱美呀。啊，那咱把墨镜摘了吧，姐。平时出门也喜欢戴。现在总戴着，我离不了这墨镜。我可愿意戴墨镜了。那你家里墨镜也挺多呗？还有呢，啊，旗袍也挺多啊。对呀，姑娘家吧。嗯，你看我手机里这些旗袍。看看那也是旗袍，你这各种颜色旗袍都有。都有。这旗袍都多少钱？最贵四百多。最贵四百多。打折了这是。啊。那还有200多的，还有100多的。从啥时候开始喜欢穿旗袍的？好几年了。年轻的时候爱美吗？那乐意美。啊，也乐意美。我总觉得女人穿打扮吧，也占一方面。我总觉得好像还是干干净净的，从外边严严谨谨。做买卖跟我妹妹俩一起卖葡萄，小推车那种。对对，小推车那种，卖葡萄卖苞米。我跟我妹妹我们俩台子，搁一个小铁筐啥的台子，完了都是走着卖。那上苞米也是你俩上吗？嗯呐。那一次得上多少？上100多斤，一直成管斤，上别在这卖了。完，你赶紧推就都跑了走，也不拿秤，啥也不拿啊。嗯、然后他走了，你再回来。我想找一个就是有责任心的。如果实在没有住房也好，也可以，我们俩出去租房子住呗。现在我跟你说，我要的是人好，就挣1000多钱，我也能接受。就是从这块前面的树，那树那边有个水泥道，我这么都是。看到前面那几套房子都他的。那是养殖场，那是养殖场。这所见之处都是大哥的。对对对，咱这得看得到的都是他。哎呀妈！大场落地。我2008年招商引资到这来的，原来这块是一个都是水田地。啊，原来这块都是水田地、啊。都是水田地，没有建筑。他是招商引资过来的，招商引资建那叫木业小区。招商引资过来的，然后你属于把这块投资了还是咋的？投资了啊，对，投资了。这投资了多少钱呢？投资500万的是不成问题的，这上面的建筑是现在这些都属于咱自己啊，都是自己盖的，属于自己盖的，咱这都是属于招商引资，属于6个局批的，这路也都属于咱自己修的，都是那山石皮石的，还有这个电线也都咱自己拉的，这都属于咱们，咱自己搭一条线路。大哥，那几套房子也是你的？哦，那就是养殖场，这是养猪的，养猪的啊，这嘎达2000多平方米，08年建厂。08年建厂啊，09年正式养猪，一直到2020年前年。那你差不多养了10年的猪啊？对，将近10年。那你最多养过多少头啊？最多2000多头。我现在我不养了，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，现在我也干不动了。你就是把这个厂，他们租我的场地啊，场地是我的。你把这个养殖场已经租出去了？租出去了。那是一年多少钱呢？一年55000。那咱这是哪儿的？上那个鱼塘啊，鱼塘，你还有鱼塘？鱼塘这几年我也没怎么太管理。就是这块的鱼塘，从那儿到这儿都是你的地儿。整个这个面积呢是1.0亩，但鱼塘的面积呢将近5亩。那这鱼塘有鱼吗？有，原来都是大鱼，现在这两年没杀，现在都是那观赏鱼，那小红的红色的了。那你这个鱼塘租出去了吗？没有，鱼塘没租出去。那当时咋寻思建鱼塘？当时都好奇，有的时候那时候我朋友，我好交个朋友。有时候朋友来了，到这钓点鱼，等完还得去碰点饭儿。哎，08年你不都退休了吗？那时候退休了，我04年就退休了。现在退休金开多少了？
5700。5700啊？那你看有的那个大哥大姐，他退休了之后就想享受晚年生活了，就是比如旅旅游啥的。那但是我呢，现在我退休前身体挺好，现在身体应该也说挺好。但是呢，我待不住，像玩啊、打麻将了，或者那玩我就不着边儿，而且我挺讨厌那个的，哎，我就想干点事业。那大哥，那你整的挺大事呀？你看你买这些东西、这些地，然后又建什么养殖场啊、又鱼塘啥的，你不嫌折腾啊？当时对我来讲无所谓，我过去也搞过工程，像建这玩意我都没用多长时间，咔咔，我干活就是，我说干有点拘谨作风，说干就干，哎，干啥不能拖泥带水。我干像我修这路来讲，外边30来度，就整个是大野地，呱呱十多台车，就是几箱就给它拖完了。那你这屋多大呀？我这整个这一趟房子500多平方米。这几个屋啊？算是15间，就是到那头还有呢。那人住哪屋啊？我现在住这个屋，这是我这是你的小床，这是我的床，啊，这是我衣服，这是我平时常用的衣服。就是这衣柜，哎呀妈，看大哥这叠的。是习惯，性格习惯就买了。大哥，你这屋子每个都真大呀。这屋是2间房子吗？2间房。啊，你这属于一个办公桌是不是？这个我原来这屋是我的办公室，那屋是寝室，就是我整个的那个口粮，这都孩子给拿过来的。我儿子他们儿媳妇他在电厂，他这都他们分的。哎，我这我的小冰柜，这冰柜里都有啥啊？这么多食材呢？我这个是羊肉，底下是鸡肉，这是鱼，这都孩子给我拿的。这牛肉就是好用牛肉，这个牛肉烂乎，这个给我拿给我蒸的花卷，孩子。之前你是忙事业，你有公共做饭吗？不是，以前没有，以前有做饭的。我干活的那都不用我做，就是我家里头原来我老伴活着前他那个身体不好，也都雇保姆。雇保姆那时候给多少钱？那时候2100。那咋现在咋不雇了呢？我一个月用不了雇保姆。那将来要是有老伴了，和老伴一起做，一起忙。想找个双宝的，另外得有眼缘，就想呢，找个老伴，冬天前就到南方。那大哥，那你将来想在这块住吗？这个样子我绝对不想，我就把我这些善后处理完了以后，我就想回乡村。对，要有住房更好了，因为我暂时回城里没住房，但是我城里的呢，我有三套房，都是我儿女的，都写的我儿女的名。我实在没啥，我找到有眼缘的，哎，我儿子的房子，我要说留几个房间，那不就我说了算吗？嗨，大哥，哈哈，给你俩介绍一下子啊，王淑兰，王大姐，丙寅生丙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行，不行，哪儿不行？长得不行，他那是都是化妆的。你觉得眼缘咋？眼缘挺好的。这就是大哥家啊。房子还不小呢。这从这儿到那块进屋吧，往屋里走吧。进屋吧，往屋里走吧。进屋啊？你不带大姐转转呢？不用不用，是这一目了然，全都看见了。大哥，你解释啥叫一目了然？进吧，进吧。那行，那进屋吧。在屋里头看看吧。这个是我原来我和老伴在这屋住的。还挺利索呢，外头呢不用换了，外头你还想看没啥看的，都是稻田地是这个苞米地，那边是挺热，不用挺热的年纪了，搁这屋看着得了。他是从内心里不同意，我不强求。你这咋看出来的？从他好像说，你说带钻的不用钻了。那不，刚才也没来得及，谢谢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见面就是缘分，见面咱就是缘分，谢谢。先给你喝奶的水，这个是喝矿泉水，喝这个吧。给大姐喝这个吧。我不喝，我刚喝完水。我说说我的想法吧。我说那行吧。我也看你这人呢，挺憨厚朴实，但是我就对这个演员啊，现在就咱们得。那好，那无所谓。咱得说实话，是不是？以后就是我上赶他都我也不能好了。第一眼就有眼缘是对的，人没眼缘，等将来凑合一起硬凑合谁也不幸福，都遭罪，真的不如就现在就拉倒。哎，对，真的。这环境现在最好，原来这是一片地。我的妈，那可光溜了，还是挺注重形象的哈。我这人比较，因为我在部队10多年，他讲究注意风纪，我这衣服领没穿上都洗坏了。走，来，我走前面走啊。我让小姨们行吗？你好，大哥，咱换个鞋吧。不换了，对对对，哎，不换了，这回不换了，咱还认识一下吧。认识啊，我姓赵，叫赵庆先。我姓丙，丙云生。啊，你好。还可以，挺朴实的人。我就喜欢男的，要丑的要内向型就行哈，有心不惨。
长相我没想，气质不行，条件也都行，但是太老了啊，太老了，年纪太错了，他长得太老了，太瘦了。抽烟喝酒吗？不抽烟，喝点酒，我有时候喝点酒，有应酬先喝。我喜欢体育，我是什么羽毛球啊，啥球、篮球，球都会走。羽毛球。哎，现在不单打了，怕摔呀。那拍都七八百块钱买的都有啊，那现在五六百，这边五六百，那边七八百，嗯，怕摔跟头。你是篮球？年纪大了，现在得注意了，是这么行吗？原来也爱好，后来工作呢没时间了。我在机关16年，在部队呢是9年，后来呢我就在企业。什么企业？叫什么那地方名？我在也是在榆树市建筑安装公司。啊、哦，建筑安装公司啊、哦，我知道。就是搞建筑的。嗯。你看着我们跟别人说这话都不一样。你看你这么长时间工作，你也碰着过，不问的是啥？我们不问那些没用。对呀，大姐，你为啥不问问对方的经济状况？你不一点都不在意吗？我就问一嘴吧，他有工作就行，有工作就说明他是上过班就可以了。一个是人的阅历也能说明很多问题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他的阅历。你至于今后你不是怎么怎么地，咱不，我不问。那他开多少钱你不在意？我不问，只要是互相互敬互爱，生活特别和谐，都互相能包容，那是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那都好说，我觉得。你看你俩刚才唠的时候，一句就是钱都没提。大姐说，我也没问他挣多少钱。至于说将来谁有多少钱，什么怎么样的，其实他说我不在乎。对，人素质行，工作或者是这人那都挺好的，我就瞅着太单嘛，单嘛。人不都说老来瘦，老来瘦的好吗？那太瘦了，干不了太太。你看我们现在是当还减肥呢，你就可以了。再说小倩其实太胖了，小倩的变矮还没发展，太胖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早就见过面了，就是我见到你吧，或我昨天看到你照片呢，我是非常满意。就今天见到你，听你谈吐吧，也很痛快，很爽快，也很沙了。但是我呢，咱们就得当真人，就得说真话，没事不能说假话。我就感到你太瘦了。我喜欢富他一点，稍富他一点了。我胖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母亲活94岁，80多斤，瘦了呢。但是常言说有钱难买老了瘦，但是我觉得你太瘦了点。我就100斤，是不是？我还1.6米顶多，将近1.59米多点。啊、我家族就这样。所以咱们哥俩就当个一般朋友吧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各有各的爱好，他喜欢胖的，那就人喜欢的。就像你喜欢穿蓝色衣服的，他喜欢穿红色衣服，这就是一个的爱好。那我就这么瘦啊，我这实际，我这小骨头人就这样。其实胖瘦无所谓，身体健康就行，都挺好啊，没毛病。这是谁呀？这个，这是我的老母。那大姐，你在这干多久了呀？他谁来不长时间？原来那个他跟他人上大连又包的大伙，人家就不干了。那大姐，你就是之前也一直有保姆，一直有保姆。是从啥时候开始请保姆？都1年1年半了。1年半呢？嗯。二姑可好了。啊，你管叫二姑？管叫二姑，他人介绍我来的，完了就随就叫二姑了。啊，多好，也算是有点亲戚关系。我俩能合得来啊。他这屋你看这小保姆这屋也贼像样，公吃公住呗，都吃一样的，真的。所以儿子这不就放心吗？有一个就像自己家的人似的。儿子说的，到老了不能活那么累，你也得高兴，也得跟保姆出去溜达溜达，有人陪陪，省得得老年病什么的。这就那啥，请个保姆会不多。那意思是儿子请？儿子拿钱。儿子拿钱。嗯。啊，那一个月得多少钱？3000。儿子说不用你拿1分钱，不用你管，啊、你身体好，精神状态好，我就高兴，我就满足了，省着牵扯我的工作精力。所以就是这大姐也就相当于陪陪你了，嗯，就真的陪，省着孤独，再有个伴儿。长相的要求，长得我要是看不顺眼，我还真就接纳不了，干净点儿，干净利索。嗯，对人家的工资、人家的钱，我不发表意见。你就是不拿，我都拿出来都行。有没有房子无所谓，上我们家来住了。啊，你开车送大哥来的？那是咋的？今天也想帮看看呢？今天没成啊，今天必须得那个陪大哥看看啊。而且我给他那个当那个司机，上那边买点水果啊，去那超市买点水果。行，那走吧。哎，买的你拿得出手的，这玩意啊，大哥得说拿得出手的。你得整啊，拿奶茶去。你这些玩意不行。够了吧，大哥？我没准买点。这是给大哥找对象去，必须成功，这纯两箱奶也得成功。叫什么呀，大哥？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弟啊。哎，
来来来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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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手有有。来来来，我拿。大哥，大哥，等会儿先进去，再给你们介绍。嗯。来，你穿这个。你这上那屋干啥去？那也没事，看一眼呗。看干啥的？没事。没事，大哥。来来来，这是大哥的朋友，那是大哥的朋友啊。这个是丙云生，丙大哥。丙大哥，你好。你好。谢谢你光临寒舍。然后这个是大哥的兄弟。对。你好，你好，朋友，见面都朋友。对。然后那也算是大姐小姐妹儿。两个姐妹，嗯。两人都挺好。也挺干净，这厅啊，这是我的卧室，这屋哦，挺好，嗯，啊，你这房子是自己的，自己的啊，那个看看那屋，那屋是保姆带的，哎呀，还有现在还有保姆啊，这就是保姆大姐，哦哦，这条件是没比的，愿吃桃吃桃，愿吃你先搁那，先搁先搁那块，我看大点眼，好的，那个我跟我老弟说句话，你跟老弟说句话，我跟我老弟说句话，来，你先，我俩唠句嗑。人家就是说，你看咋样，是不是？那看，让他参考参考。不行，太老，人挺好。我瞅他太老，这还老啊？妈还不老了呀？但他的条件是挺好。那咱我不是奔他条件，我主要奔他人儿。听着了，好像啊，条件是没谁的，不知道说点啥。听你咋？嗯，愿意咋说咋说。行，那行不行就拉倒，这玩意可不能勉强。我问你，啊？我看现在工资是2700，工资也不高，也不高，也可以。一般退休的男的还有2000多。我的简历是在部队9年，哎呀，当兵的。在政府机关呢是16年，剩下就到期呀、啊，就这三段。退休以后，我自己又在那个双阳那块儿，建个那个养殖场。我呢现在市里头没财产，城里没房，但是我农村呢，我也有3000多平米房的建筑，他们昨天都去都看到了。就农村房，是哪儿？那些对我都没有。那这个我就说，我马上把它处理转让了。我你这块待的，那你那也能有拿吧？回到上你这来呀？能有拿呀、啊？但是咱假设说咱俩的，咱俩要是能结合，你的财产你有多什么东西，我都一分钱与我没有一点关系，都属于你的。各方面吧，挺爽的，快点。血糖也不高，血脂也不高，那个高血压也不高，就是有点啥呢？嗯，有点怕风，那大夫都说了，这好整，条条就过了，就阳气虚。那你要是出去以后，那不得见风吗？你那不用，这风没事儿，这是大风。我怕热，他如果人家知道他就怕风，那我也得注意。我要是打算上家，我可以不在这儿过去。互相迁就一下，互相得照顾一下。我同意。这天唠嗑行是，越唠越有好感，反正咱们以后再，咱们还处处。我很挺有好感的，对大哥。我从进屋到现在来讲，我对你开始是一般印象，但通过咱们俩接触，唠越深越认可。所以我说这个呢，咱俩呢，别一下子就说是现在就是百分定定了，咱俩互相之间留个电话，进一步了解了解。好好，对，每天都通一个电话，证实咱们在相处当中。对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。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